反正不管了、啊，反正那个女村民不要死就好。我动错是不是？应该动来这边，没错。然后修整，海老迷师傅。其实哦，米海尔啦，我一直念成海老迷，海老迷到底是谁啊？好了好了，回复回复回复，又能再战了，又能再战了，喝了再战。你想要跟我斗没门，好不好？没门。嘿嘿，哦，哎呦，还真的打得赢嘞！我起初抱着我用会打不赢的心态在玩嘞。我想说，这么多人，然后不要死两个村民，怎么可能啊？结果没想到真的有可能。好了好了，反正事已至此，就去死吧。啊，那两个村民可以不用再动了，我们也要看他的特效，好不好？技能。技能，我先帮那个帮他回一点血，要不然快没血，我怕底下又有硬仗要打，用枪打就好。哎呦，不死心的哈，不死心的哈，没有吃过铁拳，要知道铁拳是什么味道啊！注入我满满的关爱，对于你们这些绑匪，哦，终于成功了。哦呦呦呦，东西还蛮多的嘛，经验也不少哦。升级了，我没升级，为什么你可以先升级啊？好啦，总之成功。哇，敌人越来越多。切，可恶，竟然如此被动。几个小毛头别忘，不过你别忘记了，这可是我们地盘。住口！鲁塞亚人民是人民的，不是你们这些土匪强盗的。哼。死到临头还在嘴硬，情势逆转，我们人多势众，这些非要让你们好看不可。放下武器，你们这些强辈，狗强盗们乖乖束手就擒。然后这是最早推翻那个革命的。好，不好意思，刚才有电话，我稍微接了一下。那不管，继续抓住这些强盗。强盗，一个别让他们跑了。哦吼，黄螳螂捕蝉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应该不是用这一句啊，那随便了。反正大概这种情况。哎呦，呜呼呼，呜呼呼，呜呼呼。想不到是你这小子来带队，来的可真及时啊！再晚一步我们可就……哈哈，没什么、啊，都是为了劳动人民服务嘛。为了劳动人民的服务，话说你还是这么这怎么叫骁勇善战吗？哎，这个字我真的不会念。他们打的，竟然这个字打得出来，代表这个字骁勇善战吗？还是到时候我再去查查看。居然能和这么多的强盗纠缠这么久，切，不算什么。要不是身后跟一只不熟悉战场的知识小子，我一个人就全部把他全灭了。你小子在那边屁哈，还不是我别家的那个攻击，哈哈，这就是我们战斗英雄马吉的，这才是你的气势。别被捧，你就被捧高了，然后以为自己有打遍天下无敌手，结果你根本跟废渣一样，废渣，然后我叫你一声废渣。发现一具尸体，白军的军官尸体，也许是白匪的探子。知道了，果，哈哈，果然这些强盗不单纯了，还是跟白匪有瓜葛。瓜葛，欸，你们怎么了？死去的白军难道是？白军怎么了吗？没什么。没什么意外，那十有八九，我们这次打算去亳州的白军联络员。那么，这同志，扎洛夫同志，白军已经死于叛乱，联络点被破坏，这么一来，这条线索彻底断掉。托福于你这个善，那个托你这个善战的福。
行了，别拐弯抹角，你想要说这是我的责任吧？可是你说说这种情况，我能见死不救、无动于衷吗？就是为了任务，不得为村民，得由着村民自生自灭吗？比起吉玛，你别忘记了，你是人民党的党员，你要你的党性和阶级的觉悟。你看，阶级出现了哈，党性出现，党就是建立在人民的头上，懂不懂？别家都讲出道理了，一个是诉说着阶级的存在，一个是根本不知道阶级存在，一直强调我们是和平的、平等的。别忘记，革命就是要流血牺牲。我们不是革命很久了吗？你这臭小子，这个中产阶级的小少爷也配我？这什么？你这个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小少爷也配给我党提党性和阶级的觉悟？哦，我懂他的意思，也配跟我提这句话的意思吗？你说什么？好啦好啦，你们都是同志，你们两个都冷静一点好不好？对嘛，你们都太幼稚了，真的是太幼稚了。不管有没有这次，不管有没有善将好了啦，白军的人都是会死好不好？啊、哦，我们得去那边查看伤者和俘虏，你们两个可别乱来哈。啊，反正他们也不会打起来了。诶，那边过来的人。哎呀，海尔米海尔神父叔叔。您圣灵好久不见了，愿月神保佑你吉玛。你刚才神父里面在超想气的好不好，他一直治疗别人呢，超强的。看看您这么久不见，您还是大家教会你呢，怎么在这村子里呢？神父叔叔，一切都是神的印记。又是什么命运把你带来这边呢？能在战斗吗？战斗，我一直在战斗。和谁战斗？吉玛，和那些家伙剥削者、地主、资本家们，还有狗手爪牙。其实他要说的根本不是这个，其实神父要他说的不是这些，是为了劳动人民的自由。透过流血，永远得达不到幸福，你永远得不到。神父说得好，给他当头棒喝，快，现在，马上。流血只会造成更多的流血，仇恨孕育出更多的仇恨，仇恨会造成流血，会流淌成河，成血河。对啊，就跟你讲说，你们制度都是错的，什么极端镇压。好啦好啦，你看听不下去，看吧，躺在地上那些人，他们谁是你们自己人，谁是外人，全部都是卢赛亚的人，全部都是劳动人民。行，哎呀呀，哎呀呀，行了，师傅，看看你说出这种骗术思维陷阱，也就是不难为你。不过这对不起，这可不会对我起任何作用。你就是这个样子，不看清事实，你的双眼都被蒙蔽了。哦，你的双眼都是假的，跟那群人一样，说什么革命就可以获得一切。你们现在要的是革新，我再说一次，是革新，不是革命。因为躺在地板的人，都是为了解放劳苦重大丢的性命，是反神明的无神论战士们。另外一群是为了组织掉了鸟脑袋和狗奴才们，是社会的渣，所以你哪天死人我就骂你渣，可不可以？你休亵渎生命，哼！你吉玛，这不像我所认识的那个孩子吉玛。看看你头上你的石像到哪去了？看看你头上戴的五星，红色五星。你神也好，什么都好，我再也不信。带着红五星的这些人是同志，还有我才愿意相信并追随。你跟错人了，我只能瞬间跟你讲，你跟错人了。哎，吉玛曾经是被神宠爱的孩子，被神赋予你常人没有的天赋，而现在你朝着地狱前进，除了救赎，只有死亡能带来给你平静。曾经神皇帝祖国而战的你，为了